现在呢，刚讲平行叠被，这节课呢，我要跟平行叠被延伸出来的一个禅法，禅，大禅小禅的禅，反身大禅，太原的禅法是非常神妙，很好用的。你看他只要一接触我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的禅法是什么？如果我是这样做，这个就不是禅，这绕了一个圈，这是宪兵的禅法。那如果是我们泰拳的禅法，这个是小禅了、啊、哈。现在做的是小禅，小禅是很密、很小、很小的点，很小的点。你看，他绝对跑不掉的。我上来了，他不知道。那现在无数个方位，刚才是那样做，现在我要怎么做禅法？你看，我可以做顺时钟的禅法。你看顺时钟的禅法。啊，他就受不了了啊！我也可以做逆时钟的禅法，你看他这样抓我，你看，你如果是这样抓没有了，如果是这样抓就没有了，这个叫做一片，它是一个点一个点打上来的，我做很慢，你看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缠上来了，是不是？我做，你看，先是这样抓。这样抓我，他现在已经反抓。如果他的臂力够大的话，好，你用两只手，头龙抓这边，克制住，不要让我跑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要做禅法怎么做？一个就顺境嘛，顺其力的平行，平行取境。看缠上来了，他受不了了，来，再来，再抓我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平行，坐好，照绕一圈哦，照看照我平行取境，来看我怎么缠，我怎么缠的。他受不了，看到没有？我在做很慢哈，禅法，随便他怎么抓，随便任何的角度的抓，单手抓或双手抓，你看，然后你看我去缠他的时候，我怎么，我要去擒拿他，我不要直接凹，直接凹每个人都会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走的力的时候是很密，你看，受不了了，看到没有？受不了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样子的时候再怎么缠。看到没有，他一动就变成这样长法，懂吧？啊，这是做小手臂，也可以做大手臂的，这样长，他一长法，他你看压得受不了啊，懂吗？好，所以太极拳的长法绝对不是那种绕大圆、绕小圆，人家说绕圆，太极此圆非彼圆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不管他怎么抓我，对不对？我要解脱，对不对？很多长法，你看我已经解脱了，你看。我解脱啊！你看，好，他不要他不要抓我，那我就滚动，这也是禅法。你看，滚到他受不了，看没有？啊，你看，滚动，这个禅啊，上来这样才滚得动，看没有？是不是？啊，那他这个大拇指是比较脆弱的地方，如果滚他大拇指，他马上就受不了。啊，他这样子就这样滚。限度，啊，不行，这个。